这边没有买票哈，有哈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什么叫不用的？来，你补票，你不补票，再告你诈欺哦，来去补。对，补票了。好好好，来出，请出战，出战。你现在就出战了，对，你票好了就出战。那等你拒绝人送，我当然不会站，你不会让你进站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现在威胁我，对不对？要坐三千行旅客还没有买票，赶快下去买哦，还有时间哦。哎，三千行的，这边没有买票哈，有哈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什么叫不用的？我可以看一下一下吗？不要过了，我们家一般都不入。我可以看一下来票吗？来，我确定一下好不好？来，他不会来，对吧？不是嘛？那就补票，好不好？你刚下我的车就补票，不然等下叫警察，反正被诈欺哦。要我要到归来的。我这边不是要往归来，所以你刚刚坐来车要去补票。对哦，我诈欺，我叫警察哦。谁跟诈欺？你上车前我就跟你讲，没有买票旅客赶快去买票。我这要到归来呢。正义往归来的啊，早就过了啊。哎，坐不能坐。正义往归来，早就坐过头了。坐过头了，去楼下补票。我跟你说，你坐过头。没有你现在就出站哦，不然等下叫警察哦。接下来出去补票。去楼下补票。我没有坐过头嘞。你现在下去，我要叫警察喽。那上，那你这个票就不对，下去先下去补票再说。你这么凶哦！我负债，来你补票。你不补票，再告你诈欺哦！来去补。对。哎，潮州过去才归来。你不用跟我讲那些，我比你更懂，好不好？来去补票。好，你就是要叫警察就对了哈。好了，我去叫警察啦。补票了。好好好，来出，请出战，出战。你现在就出战了，对，你票好了就出战。那等你拒绝人送，我当然不会站，你不会让你进站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现在威胁我，对不对？你威胁我对不对？你现在威胁我说试试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威胁我说试试看，对不对？是你自己讲的啦。你自己讲的，这没人录啦。怎么我自己讲的？假期要打要打四三一啦。假期我有买票。你刚刚四三一是不是上去？要我补票嘞，我补票嘞。来，帮我叫警察，好叫。什么公务证？我是宇宙出差的人啊。我看一下，是去监测，这是自强号。不用下去，你自己买票为什么？你马上有票改，你马上排。宇宙出差的人啊，看不到字哎、欸。观音让我看不到字，你跟我说几点？观音让你看不到字？啊，那不跟你看字，那我不知道啊。你看不到字，我现在教你啊，硬要上了。现在下车，我现在叫警察哦。好，叫警察，叫警察。口罩戴起来哟、哦！你要搭哪一班车？我帮你回答，不用问他。来，你要搭哪一班车？我要搭到板桥，是不是不用嘛？没有，你要买票。我看一下。车票啊，你那是区间车，这是三一七自强号，不用嘛？嗯。你下去改好不好？不用下去，你自己买票为什么？你马上有票改，你马上排。宇宙主宰者嘛。我不是什么主宰者，票是你买的，对不对？我是宇宙主宰者。你现在，请你照规定来，哈、哦。你现在是到枋寮的区间车票、啊，我跟你说清楚。再等几分钟。三一七不能搭。好，几分钟。再等几分钟，我教你看好不好？区间车，看得懂数字吧？3073。好，几分？往右边看。右边看。看不到字哎、欸，那怎么办？观音让我看不到字，你跟我说几点？观音让你看不到字，哎、欸，对啊。那你要不要求观音让你现在看得到字？他不让我看字啊。好啊，那不让你看字，那我不知道啊。你看不到字，我现在教你。你那么怕观音啊？我没有怕观音。你怕吗？真的吗？我现在是要教你看火车。你不要再跟我们讲些有的没的，我专注于帮助你要去搭火车，搭哪一班车？枋寮的。很好，答对了。
小姐，你没有票不能搭车哦。你没有票不行，现在请先下车，你二进违规哦。先现在下车，我现在叫警察哦。好，叫警察，三七八八。先下车。那补票就好了。没有补票，你现在违规了。补票也不行，这么严格啊。那往年的补票还不行哦。来 ，boss， 现在你被解约了，请你出站。你被我解约，你现在不能搭火车，请你出站。不能搭火车。对，你不能搭了。我副站长，我现在解约。来，请你出站。对，会退你钱，退你钱。没有，时间到了就到了。就到门口了。你准时来就不一定可以上得了车。我照时间来的，全部的人要等你吗？没有通人情啦，这是火车大众运输，通人情，你自己搭计程车就通人情啦。你自己决定哦，不知道，没办法，你没办法，人家在等的。没有，时间到了就到了，请你离开，请你离开，危险！哎呀，怎么安静？为什么不找到？你说为什么？这边来了吗？全车要等你吗？这个车停了二十分钟，你上不了车，怪谁？我已经到这边了吗？你到这里我就在开吗？秒过去了，时间到就要关门，时间到就关门。要好了吗？为什么大家通融你？为什么？等你到了就要下，一定要上车吗？时间到就到了，就到门口了。你准时来就不一定可以上得了车。我照时间来的，全部的人要等你吗？没有通人情啦。什么叫通人情？你问了车长要不要等你？这个车等二十几分钟，你上不了车，你要怪谁？人家准时来，人家准时来，你要怪谁？通什么人情？自己想办法早点，你早点一分钟一定上了车。为什么要全部人等你？到门口，为什么我把车？到门口就要等你吗？你自己定的规定吗？这是火车大众运输，通人情，你自己搭计程车就通人情啦，通人情。离开，请你离开，危险。哎呀，怎么安静？为什么不找到？你说为什么？这边来了吗？全车要等你吗？这个车停了二十分钟，你上不了车，怪谁？我已经到这边了吗？你到这里我就在开吗？秒过去了，时间到就要关门，时间到就关门。要好了吗？为什么大家通融你？为什么？啊，我就等在这边等。你到了就要下，一定要上车吗？时间到就到了，就到门口了。你准时来就不一定可以上得了车，我照时间来的。全部的人要等你吗？没有通人情啦。什么叫通人情？你问他车长要不要等你？这个车等二十几分钟，你上不了车，你要怪谁？人家准时来，人家准时来，你要怪谁？通什么人情？自己想办法早点，你早点一分钟一定上了车。为什么要全部人等你？